哎呦哎呦，这里有一只金猪，哎呦哎呦，哎呦，这里有一本灵魂急走，一个堡垒有几个？这一层外面有没有？没看到哎、欸，它不会都藏在里面？不可能吧？刚刚就在外面啊！如果藏在里面，要把这个整个堡垒都挖穿吗？认真的吗？哎呦呦，又看到了！认真的吗？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堡垒到处乱挖，然后收集这个粉红色的，这个叫做中介水晶碎片。哇，好好好好好，就这样子挖嘛。啊哟，哎，想不到这里别有洞天呢！哦哟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有了有了，我们拿到第三个了。哎，底下想不到，还有哎，还好多哦，好大一块哦，所以它主要结构都藏在下面呢，然后被玄武岩整个挡住。我把它挖进来了，好嘞，我挖到四个中介水晶碎片了，可以回家了齁，这边结束了吧？我来看看哦，四个中介水晶碎片哦，要合成中介之眼才算完成呢、啊。回去合一下，中介水晶碎片合成中介水晶之眼，噔噔噔，晶莹剔透，有了，完成。选一个这把剑强吗？已选中，其他的应该不需要吧。好了，就这一把了啦，中进水晶之剑。九，原本九。那这样子我这一把副不死克星好像还蛮棒的，对不对？先看一下我后面的任务。进入违约，激活传送门，然后穿越，结束了。哦呦哦呦，中介龙大战来咯，另外一边是地狱等着你。四结束，确保永动城不再发生。所以我们就是去打完中介龙，世界恢复和平。原来如此。好好好，那个要去打中介龙之前，我先把我的装备升级一下齁，这个剑可以升级成锋利，我不需要锋利，我要不死克星，在这把剑上面打上不死克星，然后再打上耐久。这样子应该很好用了吧，这一把。哎呦，我觉得这把剑来得太晚了，如果早着20级来，我应该不需要这么辛苦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不死克星再加一层，奇怪，我付这么多不死克星，中介龙是不死克星吗？不死系的吗？这里的中介龙是不死系的吗？我付这么多不死克星为了什么？我这个还要成本10，可以付到不死克星5。好啦，管他的，付下去就对了啦。等一下我还要付我的鞋子，唯一鞋子没有附魔，其他的都有嘛。对啊，我还有附一些温暖，有没有温暖衫、温暖衣？就是怕我会冷哦。通通能附的都附上去。好了，我把那个附魔搞定了齁，这个不死克星5的剑加上耐久，这把弓箭也修一修，修完我们就去塞我们的眼睛啦。把眼睛都带着，是这些吧？都带上这个远古之眼，不是吧？应该不是吧？好了，我们先去了啦，这些应该是够了。反正我那边有立碑嘛，我随时可以传送，不用害怕。这个随时就可以来塞了吼！噔噔噔噔，哦呦，塞了3颗，感觉真爽。再塞，这些都是应该塞进去的吧？噔噔，我再站在里面塞，会不会马上就传送走了？应该没有这么夸张啊！还有，回熏，哎呦，剩最后2颗了，
我还有什么没塞的？我忘记我塞了些什么。我忘记我塞了些什么。这些都塞过了吗？哦，这个啦，这个还没塞，黄色的还没塞嘛。剩下最后一个了，超能核心，中介门开启了，我们可以去打中介龙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做一个石碑插在中介，打不赢可以逃回来嘛？我这边为什么特别冷？在这里就会冷。是有冰的关系吗？太夸张了吧！我先离开这里，先离开这里，站在那边就会冷欸。我们无拘无束的传送生活，就从中介石碑开始哦。有等级就可以传送，那个身上有三级，我就可以从中介逃回来了。随时想绕跑哦。好啦，来啦，中介，我们来了，来了，中介龙，中介龙血怎么那么少？哦呦，太难了吧！我先想办法挖上去，在外面插石碑，还是这等一下这里会被消失掉？这里不能插，先挖上去。刚刚的等一下，刚刚中介龙血只有一半而已啊！二熊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上来了，中介龙，怎么会有东西挡着我们？哇哇哇，这边也在下雪哦！哇，中介视线已经很差了。结果这里超冷，这里太冷了，等等，快点快点快点喝，这里太冷了吧，这要打什么啦？先领我的奖励，这里也可以放中介箱先领奖励，然后吃饱。哦呦，中介龙我们来了，可以。哦呦，很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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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吐了，这是什么？双层的，双层享受，你是大麦克哦！没射到，不行，有了一个。这里还有小屋这里怎么会有房子？房子为什么可以在这里？太扯了吧！不行，好了，两个了，我们再吃哦！这里下了大雪，感觉不太妙等等。居然还有这个，太扯了！还有不是中介龙的生物，这要打什么？我射穿了，那个不是有那个吗？铁丝网，我就这样射穿了。刚刚那个，我不是有喝药水吗？还会冷？等等，有鬼魂呐！鬼魂！完了，鬼魂！我这是不死克星的剑，还打成这样哦！这个不容易，这个不容易。这里外面的东西太多了，不容易。我射，射进去了，我射。这个没射到，我射。有吗？没中。太难射了，还有冰挡住。哦呦！我冻僵了，可恶！射！我再射射我射！不要走！不要走！不要走！有都没射到！马上就来了！哦咻！哎呦！射死他了！被鬼魂杀死的！鬼魂也太强了吧！我发现捡这个尸体。没有很容易捡我旁边那个人太多了，马上就可以把你搞死！要死了，要死了，死亡轮回了，马上可以搞死你！哇！这里解锁了，解锁任务需要完成其他章节。居然有锁定这里。终于解锁了，那个不重要了啦，我现在真相已经最后一个了，风暴之心了，有没有可解锁其他章节的一个任务，杀死中介龙，这就是风暴之中心了，我进入死亡轮回了啦，可以灵魂深处的寒冷无视火焰穿透，让你全身发冷，
这就是世界末日！哇，调整体温，哇，世界末日啊！超级冷，拜托一个，拜托一个，卖够死啊啦！拜托一个哦！哦咻，哦咻，赶快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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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把我的装备穿起来！有有有，把弓箭，等等，不要再来了，鬼魂，死鬼魂！哎呦，哎，他们打起来了，他们打起来了！哎呦，鬼魂打起来了！我们现在抓紧时间，赶快射，赶快射，到处乱射，赶快射，射我射！等等，真的好强，他们好强！哎呦，我要吃个金苹果了，金苹果当一般的东西吃了哈！哎呦，哎呦，再高一点，这个都射不到，这超高的，有没有机会？哎呦，龙之吐息，还有这种神奇的双层的，哎咻，有了这个爆了，太帅了！哎咻，这个有没有中了？拜托你，哎咻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到底哪里冷啊？我都已经喝药水了，那个凉意透心而来啊！这个是不是要到后面去才射得到啊？哦呦！这个是不是射掉过了？好了，我们先走其他地方了，我快不行了，撑不下去了，撑不下去了，吃吃吃吃金苹果，这里这个角度应该可以。哦咻，有没有中？哎呦哎，有人在偷射我，谁在哪里？啊呦啊呦，完蛋了，我被冰冻了。哦哦咻。哎、欸，那个这个啦，这个超烦的，不要再射了，你这可恶的家伙，都要被你射死了。打中介龙，还有这么多外物要处理，太邪恶了，有没有？这么多外物，会咻，会咻，死吧你！哎呦哎呦，又被终止了，哎、欸，这个也干掉了，这个也干掉了，哦。什么东西啦？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这个中了吧？哎、欸，还有这还有这个还没中，这个射得上去吗？有射到了吗？这个好高好难射，我又要死了，能死了，难死了！哎呀，村民们，我们的抗寒药水没有了，先回来酿造一下啦，我觉得那个。在那个中介没有抗寒药水，真的无时无刻都撑不下去了，连喝药水都还会觉得冷，太夸张了，有没有？还有还可以再酿造六瓶，全下去了啦。好了，秋风又酿造几罐哦，这个可以再撑一下下啦。酿造完药水，哎、欸，就捞到中介空气，中介的空气现在不值钱哦。我刚刚是死在哪里？死在这附近吧。我的对对对对，在这，这个灵魂也很恐怖，那个冰晶也很恐怖，全部都很恐怖。走开你们，走开！我有不死克星了，走开！不死克星都还这么难打，是什么鬼啦？不死克星都这么难打，哎哎哎，做坏掉了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把那些鬼魂清掉了哦，清掉鬼魂要来清这个补血塔，这个到底射掉了没有啊？中介龙还有在补血吗？还有哎、欸，这一条还没有，哎、欸，其实我还很多没射掉哎、欸，我搞了这么久，怎么那么辛苦，还没有解决完，这样中了吧？再高一点，这样会中吧？哎呦哦呦！一定是太多事物让我分心，没有办法好好射掉了。还有吗？这个，这样会中了吧？没中。这样呢？这个有中吧？还有吗？没了哈。还有在补血吗？哦，天空降那个降冰块。哎呦哎呦，鬼魂又来了。鬼魂在哪里？鬼魂。我被冰块打到了吗？哎、欸，中介龙在这吗？哦咻哦咻，还有在补血吗？好像没有嘞、欸。哎、欸，
他可以下来给我打了吗？不要这样，好痛哦！哦呦，哎，中介龙不下来了，他不到这边就在扑翅膀哎，这样我要怎么打？啊，这样子要打什么？你那么高，我要怎么打？而且画面超雾的，都看不是很清楚。真的有弓箭防御啊，我只能等他不扑翅膀的时候射一下，对不对？不然这要怎么射？没得玩啊！哎，要玩什么啦？哎，这样怎么打？你什么时候要下来？这要怎么打？我的中介龙一直在扑翅膀，哎，这个不用打吧？哎，有射到了，损了一咪咪血，就是在等他不扑翅膀的时候的瞬间射一下，这也太惨了吧！这要怎么玩呢、啊？哎，你在这么高扑翅膀，啊，我们要怎么打你？下来好吗？有种就下来！哎呦哎呦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你不能派小弟来打我啊！你们不能派小弟来啊！哎，小弟，小弟走开！小弟走开！不能派，不能派小弟来啊！哎，小弟太邪恶了！血猎者实践，他又拿武器的哦。好了，又回来了哦，捡尸又来了。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有打掉中剑龙的一咪咪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历史性的一滴血损下去了，有历史性的一滴血，表示还是有机会杀死的嘛。我有无限生命，他不会补血，我会补血，那样我就赢了。这就是我们历史性的第一步。哎，等等啊！哦咻哦咻，我们快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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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躲到小屋里面。哦哟，我是不是应该要请人来帮我？是不是应该咏唱一些魔法，请人来帮我？等等，我在里面呢。哦，这里破掉了。啊呀啊呀，补起来补起来补起来哦！啊呀，补起来补起来。在小屋里面相对安全哦、啊。那个等他下来我们再出去哦。哎哎哎呦呦，太准了吧。哎哎哎，等等，这里哦。这里没事吧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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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了。哎，等等，可以打了。冲过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等等，有人冰冻哦。无耻无耻。哦呦哦呦，有生血了，太感动了太感动了。我的命不值钱，快快快！喂喂喂，命不值钱，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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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等等等，说是命不值钱，还是要吃啊？命不值钱，快打快打！哦呦哦呦，好多好多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历史性的损血，太棒了，太感动了！哦呦哦呦，赚到了赚到了，这一波很赚，血赚一波啊！哎哎，中介龙来了，中介龙在这！我咻我咻，来来来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！哎哎，不知道这一把有没有比较强？哎哎哎，好像差不多哎！哎哎哎哎呀，跑走了跑走了！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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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回来哦，别走！哎呦，这些可恶的冰晶，别走！别走！继续躲，继续躲！怎么会有奇怪的草跑出来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怎么会有苔藓块？刚刚没有的。啊，我要不行了，我出来又要死了，被冰晶冻僵要死了！等等等等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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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剩半滴血，剩半滴血，冻僵剩半滴，我根本就还没看到中介龙下降。一出去就饱受摧残。哎，我打一打中介龙，小屋被炸爆了。我的小屋被中介龙，这是被中介龙撞爆的吗？我没有避难小屋了。原本我在里面避难避的好好的，啊，被撞爆了。哇，你们太邪恶了！我的避难小屋，哎呦呦，快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管你什么避难小屋了。打起来就对了，哎，没回到，这打不到吗？好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喂喂喂喂喂喂，哎呦！
可惜啊啊！还是被中介龙干掉了，就在中介龙旁边。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！中介龙又下来了，我们来啊，来打打打！哦哟，他在这开着，打！我打打打打，跟你拼了，死命的跟你打！先吃一下，死命的跟你打！我射，弓箭防御，可恶！那死命的打，他在底下，他钻在底下，你在干嘛啦？这是在干嘛？这是在干嘛？中介龙死吧你！我到底要怎么打你？你都躲在下面，这样扑是怎样？地遁龙！他就在这边一直扑翅膀，我也打不太到地遁龙，哎呦，我被撞死了！这太多鬼魂跟着我了，我完了！太多鬼魂跟着我了，这是不是有超强鬼魂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走开！我可以先回去吗？我只有两级，我不能回家。太多鬼魂，而且血还被冰冻。哦呦！完蛋了，要死了！哎呦，不要！哦呦，中介龙冲过来撞我！啊呦，阿苗维哦，我现在连打中介龙的时间都没有。我发现我的衣服是不是爆炸了？我本来灵魂绑定的月光胸甲爆炸了，被打烂了。哇，难怪我刚刚死了，被中介龙打爆了。改革的啊，那些衣服真的都要长期存放，都不适合打架。这种消耗太大的都不适合用改革。哇，一发就被干掉了。所以我那个胸甲真的很强。平常中介龙一发炮弹就死了。那也安内啦，太强了吧。所以我的装备还是很好的保护了我，对不对？尤其那一件胸甲啊，我的血冰冻了，我要先想办法闪一下，等中介龙掉下来的时候再好好的打你们。你们这些中介龙都下来了，你们还在那边闹？中介龙都下来了，哎咻，快要赢了！中介龙，喂，有打到吗？我斩首！打赢了！我终于打赢了！耶！结束了！噔噔噔，解放中介成功了吧？幸存者有一个任务，我打完了这个是不是？可以领月长石，选一个，选琥珀，领了。然后最后一章节，真相完结。这就是风暴之心，杀死他，这就是末日。领取奖励，他说得我一个，有人在偷打我。他说什么？得什么武秋风。加点武秋什么 ？Victory！ 武秋风赢了，武秋风胜利 ，Victory！ 等一下，这根本就不像胜利者啊，血怎么没有停啊 ？bug 哦！不管了啦 ，Victory！ 谢谢各位，我们赢了。结束了，我们以后再会了。拜拜。